经，都要读出了咱的心路的历程，爱要互咱吼，给我们呢，要步步向前。要那无停滞在那里啦，永远都是呢，在那样的原地踏步，好像呢，在白老鼠的那个笼子里面踏的。再怎么踏都是在那里转，转不出来。所以，经家多呀，多家多呀，哎，好好的读，好好的看，好好去思考。但是呢，最重要要时常问自己：我通不通呢？放不放下了？心开了吗？意解了吗？这都是呢，时常自问哦。期待大家人呢，从过去的五毛钱，大家不断累积、累积、累积出来，让师父有信心。不管做什么，要去考虑该不该做。该做呢，人人都有爱，所以。入我门不贫，出我门不富，那就是我对自己的信心。只要我正确的方向，这道门一开了，不贫，不贫就不会缺乏。只要自己有信心，信心门一开，要真正的自我知道信心，就是。爱信即无私，这一道门一开就是无私大门，无私的门，所以呢，很自然，人人就会有爱进来。这就是我一向啊所做事的一个宗旨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